主料，鸡蛋面80克，菠菜150克，辅料，香油、盐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菠菜洗干净，准备好面条二仔儿，水烧开，把面条下入锅中，用筷子把面条搅动散开，锅内下入菠菜，放入盐调味，碗内放入香油，把面条和汤浇入碗中。烹饪技巧，鸡蛋面很容易熟，不宜久煮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